新银行西北分行启用典礼，典礼开始，三二一，募集爱心，分享食物。谢谢，谢谢所有的长官，来，我们比个赞，让我们的媒体先进一起来合影，谢谢。台南市第三间食物爱心银行实体店面溪北分行，设好伫新亚区人营绿都新公园地下室开幕。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希望透过公私协力，将爱心资源提供予更加济弱势民众支持甲温暖。溪北分行也设立行动物资专车，定期到偏乡地区进行双倒受理申请，予温暖送到每一个角落。食物银行的概念就是帮助社会上这个边缘的弱势朋友们，他们能够取得实际上需要用应用到的民生物资。那在西北食物银行又特别开辟了免费食物区，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旧物交换区，可以还有开辟了许多的这个做中学 DIY， 我刚刚已经讲了免费食物区哈，还有特别开辟了这个 DIY 区，所以可以让我们许多的好朋友，除了说拿点券啊来这个交换食物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能够来有知性的学习，来这边看书，来这边 DIY， 来这边听听看看电视，跟人家交流。我觉得只是走出户外，跟大家做一些社交上的交流，这点是非常非常可取的特色。那所以说，这个食物银行不仅仅是食物银行，而且是知性的全方位的银行。所以我们很谢谢福利关怀协会，也谢谢各位议员的参与协助，也谢谢各位里长他的全力支持，甚至有里长带着他的里民开车从偏远的地方来这边，这边都这样子都见证了许多这个社会上是共融一体的。在这个防疫期间，社会爱心并不会因此而打烊，也不会因此而中断。我们希望借着这个食物银行串起人跟人的心，让大家交流更密切。